谢谢你陪着我。你觉得这么做值得吗？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必经之路，经历必经之路，才能见该见之人。反过来说，要想见到该见的人，就一定要走一段不得不走的路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如果在家。 我也能很舒服，能舒服的躺一辈子吧。但是我不想，我想多一些经历，我想多出来多闯荡，我想让自己变得丰富，变得有趣，我想让更多人喜欢我。我本来是想过来劝劝你的，因为这事儿毕竟是因我而起。 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经必经之路，才能见到该见之人。经历一下挺好的。好。哎，你小时候见过流星吗？见过。我从来没见过。那你的人生也不是很丰富。 没准今天就能看见了。哎，什么？玻璃反光。这不无聊啊！你停这路边吧，不往地下去了。 盛达公司突然把预制板的价格上调了8%，说着现在市场行情不好，这样我们很被动啊。那我们都是按这个竞价报给客户的，他要是上涨了那8%，那不就是等于让我们赔进去了吗？我嘴皮子都磨破了，可对方就是不肯让步，说是公司领导的意思。侯总，我们这一级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好的。 盛爷看来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看了，反应够快呀。嗯，对付我可真是不含糊。小侯总，所有的钥匙、银行卡都在这里了，帮我转交给侯总，然后我现在要回我的办公室拷贝一下我的个人资料，可以吧？可以。 小侯总真是干，这臭小子居然跟我玩真的！他放弃了一切，向我宣布独立了。您那么的爱他，公司眼下这个时候，他这么干。 那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眼不见心不烦。走吧。哎呀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做出这种事儿就是不懂事儿。您呐，千万不能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伤了自己的身体，不值得。他如果还小，我就当他是不懂事儿。
我可以原谅他，可是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。哎呀，宁强，您这话说的，这父子哪有隔夜的筹码？他总有回心转意的一天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出去闯闯也没什么不好，多吃点亏，这样就成熟了。他不知道这外面的世道有多艰难，看来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从小性格就叛逆，非要向我证明他能够独当一面。我挺担心他的。妈呀，这么多年我们翻过多少山，冒过多少坎儿，经历过多少的分崩离析和背叛，虽然四面楚歌，但是从未众叛亲离。谢谢，还好有你在，我这心里踏实多了。你也喝口水吧。哎呀，先去忙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还有什么要拿的吗？没了，什么都不拿了。有他就够了，走吧。我以前没发现这楼这么高啊。哎，你要说我爸的生意做的也不错，我一天混的什么什么都不是，还搁老跟他对着干，挺有意思的哈。去给你爸道个歉，就跟他说你想明白了，以后踏踏实实好好工作不就行了吗？不可能的，我自己我混成什么样，好与不好我自己高兴，对吧？这车怎么冒烟了？啊！小心！你又扑我干什么？啊！起来！起来！十一啊！十一啊！哎，十一！十一！怎么回事啊？这咋了？这是？哎，这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马总，这又是烟又是火的，你快来看看去。安保部，我是马勇，这楼下什么情况？什么？出事了，侯总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？那么慌里慌张啊！就刚才，楼下发生了爆炸，就在侯爵的车旁边。侯爵现在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侯爵在现场，但情况不明。到底是谁要害他？不行，外去看看。你确定吗？外去看看。哎，侯总，好好好，怎么了？侯爵没事，没事了。
你确定吗？毫发无损，但是51为了保护他受了伤，都人都去了医院了。哎哎，你没事？幸亏有保镖啊，幸亏有51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有11在，不然侯爵就完了。吓死我了！哎，哎呦，我这心脏……没事吧？您慢点。您慢点。你现在赶紧去现场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，你不用管我去。我去。你放心啊，别着急。警察先生，这个现在事情的调查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情况应该还好吧，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才知道。哦，哦，哎，大夫，哎，大家怎么样？已经缝合完了，患者清醒，缝针了。对，缝多少针？缝了10针，他在左肋部啊，一个皮外伤。啊，那今后还需要注意什么吗？那个回去以后按时来换药。那他这严不严重啊？也不算什么太严重吧，啊，就是一个皮外伤，没有伤及到内脏。那我医生，那谢谢你啊。霍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回所里协助调查。那个，你等我等他出来看他一眼好吧？啊，侯先生。你放心，有我们在这儿呢。你呀，就跟警察去吧。好的吧，那你们看着他。好，你们看着他啊。放心。哎，朱娟，你跟着一起过去，照顾好侯先生。好。哎，注意安全啊。放心。这儿有点小伤。十一，侯爵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事儿，一直守着你来着。刚刚警察把他给叫的，叫他配合调查。哦，他没事就好。十一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让周全代替你24小时保护侯先生。你就安心养伤。哎呦，我这点小伤真没事儿，真的，没两天就好了。这是纪律，不仅是为了你的健康。而且呢，也是为了客户的安全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陪病人去留班室。啊，对不起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十一啊，我已经让公司那边对这次事件进行评估了。你放心，应该有提升，而且还有嘉奖。谢谢赵总。喂，侯总，我刚从爆炸现场回来，基本确认是一辆电瓶车电瓶老化导致的，是一个意外。啊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要不然你现在你去医院看看51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对了，我打听了一下，侯爵搬出去以后住在海星那里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饭店呢，虽然离智荣大厦不远，但是需要拐几个弯才能到。你也看到了，
这条街经过的车辆不多，很具有隐蔽性。十一痊愈之前，新的保镖一直都会在。之后呢？不要让十一离开侯爵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做。十一只是完成了每个保镖都会完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啊！哎，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儿？办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喜事了。你可跟我说过，除非结婚回归家庭，否则绝对不离开公司。哎，这话好像就像昨天说的似的。我们还没到那一步，现在呢，只是我男朋友，他想让我享受生活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辞职我可不能批。你什么时候拿来结婚证，我什么时候给你批。赵总，我看把你吓的，就那么怕把自己剩下？也不是，主要吧，很难找到一个挺合适的。公司也很难得遇到像你这样优秀的教官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请一个月的试假，之后要继续想辞职的话，可以再来办手续。女孩子只要一恋爱啊，就容易冲动。行了，这件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赵总，谢谢你。我对你没别的要求，就一条，必须幸福。让公司的那些女孩子们都看看，干咱们这行的，同样可以得到美满的归宿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哎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帮他搬下去。放下，伤口撑开了一会儿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这点小伤不耽误干活。下去待着去啊，别捣乱了。哎，下去。走，下楼。来啊，吃饭呢。你要不要来点？哦，不，你吃吧。汤来喽，来，十一姐，你尝尝这个汤啊，好不好喝？要是觉得不够咸呢，你就放点盐；要是觉得不够香呢，就放点这个葱花。反正侯爵哥交代了，要像照顾月子一样的好好照顾你。哎，这看上去还不错，你跟我也来玩呗？这是十一姐专属的，没你的份。哎，给你喝吧，我也不饿。别，还是你喝吧啊，好好把身体养好。我这又不什么大事。哎，把那床直接搬对面那个屋啊，咱把双人间变家庭房，还能涨涨价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这床搬走了，空间倒是大了不少。但是我呀，我这边我缺一张桌子，我在办公啊，对吧？还缺。一会儿咱们去那个家具城看一看。家什么剧城？哪来的钱？创业阶段能省则省，这我得给你严格把关啊。没事，回头我把我后厨那门板子给你稍微加工，给拿过来啊。大哥，我做设计，我那门板子我切猪肉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那个挺艺术的，弄完特别符合你那个设计师的 feel。行，那把我之前给你那个椅子拿回来给我。我要不然我把我的椅子给你吧，我那椅子特别舒服。不用，我要我的就行。哎，那个跟我很多年了，我直接送给你了，好吧？我要我的那个。你那已经不在了。什么叫不在了？就是不在了。哪儿去了？它大概变成了50斤猪肉，60斤鸡蛋，还有很多盘炒饭。你给我卖了是吧？哎呀，你这椅子做的白瞎那么多钱，你都变成一个椅子。卖我自己不会，我用你卖。行了，想想别的啊，椅子什么衣服什么还有吗？得换换了。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把你们脱下来给我。哎，哎呀，咱俩这身形不一样，这个钱不能省啊！走，哥带你消费去。椅子能给我卖了？以后啊，你这个消费水平这方式啊都得改。今天呢，我先带你适应，买东西只能来这儿买。一会儿呢，我不说话，我看你怎么那个讲价，好不好？给我展示一下一会儿。这边，看看袜子没？这袜子怎么卖啊？3块。哎。来了你，还在。这个我哥们儿想挑两双袜子，展示吧。你这个多少钱一双？3块钱一双。3块钱一双。你给我10块钱买了3双吧。哎，行。你傻呀？10元3双，人家3元1双。啊，那个4双。行。起来吧。20，10双。8双。别，咱这关系，9双，8双，哎呀，不要，掏钱。什么叫8双？我让他们聊10双。你闭嘴吧，败家孩子，给钱。有人来了！有人来了！哎，你干嘛？追！快！追！别追了！慢点！一，2个，几双啊？10双，占2双。败家孩子懂事了啊，出息了。挺好。很好，非常好。
哎，侯先生，怎么这么晚没休息呢？没事，睡不着，下去找十一聊聊天。啊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怎么还不睡啊？一会儿就去了，我先看会视频。看什么呢？以前得冠军的视频，前天发我的，到今天正好7年了。你们以前比赛训练特苦吧？不过还是挺感谢那些日子的。那我后来面对什么？求你再帮我一次，去交接方案。求你帮我一次，收手吧。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，如果对方把方案卖给别人，咱俩更被动。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几点？在哪儿？这个再往这右边稍微调整一点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就把它固定好啊。你这边摄像头再往左稍微来调整一点。忙着呢。哎，要不吃点？不是，你先吃，我把人弄完啊。哎，那个兄弟，你这个装上不拆了吧？不拆了。那挺好，那挺好。哎，好，把这固定好就行啊。哎，行，这位置挺好。告别旧的生活。步入新的生活。天哪，房子退了？退了。会不会太着急了？他让我退的，他说要我好好享受生活。我还向赵队提出辞职了，不过没被批准，让我先请事假一个月。保佑，祝福。
马路对面向东500米，屈臣氏旁边好好的咖啡厅，交给一个戴着黑色口罩在看书的女人。没给我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干这种事儿。先付钱。钱已付，查收。明天同样时间，同样地点。好。明天同样时间，同样地点收货。哎，我帮你一块儿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自己来。这了吧？差不多。怎么了？嗯。哎。我在网上买的床单被罩，换什么？好，我把被子收了。放那边。我来吧。你别弄了，你都受伤了。我没事了。没事，我来我来。来来来。给我吧，行不行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弄，我弄。嘿 ，OK。哎，行了，你别动了啊，慢慢收拾。一会儿买个大房子给你收拾。啊？嗯，田哥。哎。这两天呢，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。店里你多费费心啊！要得要得，你放心，卫生还是得把把关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啊，还有那个，就先这样。行，那我去忙去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
叔叔，您找谁？哎，小朋友，这户的小姐姐你看到了没有啊？谁？那个姐。什么事儿？你找谁呀？麻烦了，我想问一下，哎，之前搬来的这户的一位女士，您看见了没有？哦，不知道哦。来，谁让你随便给别人开门的？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大夫，嗯，我这伤口恢复的怎么样？啊，你这个恢复的还不错，挺好的。那我这纱不能拆了吗？哎呦，这可不行。我给你开点消炎药，这样能好得快一点。谢谢。好吧，来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哎呀，医生说我恢复的很好，没事儿。换个药还兴师动众的，我说就不用来了。不是你这也是为我受的伤嘛，我肯定得来看，我必须得来。现在看见了，放心了吧？我可以走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要干嘛去？拜托，我现在不是你保镖，我能不能安排点自己的生活？安排自己生活可以，但是得在我的眼皮底下。我妈过生日，我能请个假吗？那我勉强答应吧。谢谢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走了。再见。今天内容还挺多的。是啊。同学还有几分钟。喂。对，我是。什么？啊，那我马上下去。你们。你们这是？您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阿姨张英楠啊，嘴真甜。我是张英楠，没错。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侯爵的朋友啊。美丽的阿姨，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。